我的房间。屋顶。屋顶。这边墙都是他们的。哇，都是他们，这是你的房间吗？还是安迪的房间？大家的房间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要介绍呢？哦。巴斯光年的床，还有一个东西，等一下你们看。好，本子哦。哇，本子。还有翠丝，翠丝。蝴蝶，蝴蝶。好。好可爱呀、啊。还有那些笔。没有笔。还有这个。还有本子。铺满的猪，对不对？还有本子。哇，本子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计时器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。好，你来试躺一下吧，看舒不舒服。好，慢慢的哦。好，假装睡觉。舒服吗？嗯。那我来看看。哇，那请问这是你小朋友的衣服吗？怎么那么小件？哪里呀、啊？这里啊。哪里呢？有 Foggy。 哇，我看看 Foggy。 I have a Foggy, I'm not a toy。 对。 哇，好多东西哦。哼哼，这样很舒服啊。说拜拜。